好，来小朋友哦，诶，我们现在呢是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立体打印笔哦，我们喂这个机器人啊，这机器人它会运球的，有没有啊？它会把这个球呢给踢进这个球网里面啊，我们的 goal 啊，我们的龙门。所以现在我们呢是用我们的这个立体打印笔呢做一个龙门，好不好？立体打印笔，对，就是这个啊。你会发现到我们已经把一部分的这个塑料呢给挤出来了哦，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球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做啊。嗯，很好，就这样挤哦，挤多一点啊。好，来小朋友们，我们要让这个机器人把这个球哦给运进这个我们的龙门里面哦，来来尝试一下，来开始往前啊，非常好， very good 啊，我们球进去了。 OK, now we press command then and then give command to go forward, alright, and then we send a messageTo the robot. Yay.